起步跳最快，黃色舞嗰 part 咧，見到金槍不敗咯。開邊就係長區啊，第三位裏邊落到白色舞人生開心，慢咗少少咧。開邊我當追趕緊咧粉藍舞嗰 part 安達雙雄嚟噶，咁啊四隻馬入曬鏡頭噶啦，咁啊轉緊呢個600米彎，兩隻馬前面放頭嘅，裏邊落到就係長區拍住開邊安達雙雄。再嚟第三位咧，咁啊中間位置黃色舞嗰 part 你見到金槍不敗咧，欄嗰邊咧第四位就人生開心。專之後最後直路仲有250米路程啊，到終點啊！前邊放頭仲係佔先個半馬位長區啦，開面拍上嚟追咧，見到安達雙雄，咁啊裏邊欄嗰邊咧追翻近少少，見到係咧金槍不敗啊，遠遠八米暫時唔入鏡，人生開心。好啦，咁啊最100米越放越順就係長區，長區贏第二組試習，跑第二名就安達雙雄，第三名個終點咧金槍不敗，第四名就人生開心。